喂，宝贝。喂 ，baby， 怎么小曼跟她男友去巴黎玩吗？人家也想要出国啦。巴黎。对啊。好啦宝贝，不然走啦，我带你去巴黎，巴黎啦哈，巴黎巴黎 ，OK， 就这样，我先忙了哈，好 ，OK OK， 嗯，拜拜。等一下再说，等等再说，等一下再说啦。我今天带你来一定有事情，等一下来你先进来。来了，过来了，进来，进来。啊，你走，来。黄豆在干嘛啦？跟你在一起真的越来越没有浪漫的感觉，而且你又那么小气，连一趟旅行都要泼我冷水。跟你在一起生活越来越没有。你听我说，我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有意思，所以我决定下半辈子在这边跟你一起过生活。对，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意思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每天早出晚归，工作被老板骂没关系，被客户洗脸没关系，忙到没时间吃饭，这些都没关系，因为我要给你一个家啊。所以，你愿意嫁给我？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Baby 啊，你之前就说你很想有个更衣室。而且你又想在家里健身，对不对？嗯。这里楼下就有健身房。那之前你到垃圾总是觉得愁眉苦脸的，没关系啊，这边以后垃圾都有的时候，你直接下去丢就好了，完全不必要再追垃圾车。小姐，找老公要找像这种的，下半辈子都帮你准备好的，哦，要精打细算，省吃俭用，省下的费用无非就是要帮你买个房子。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浴室哈，这是我们的公开图，我们的位置就在中正桥。我们看一下交通动线，我们交通动线，我们在离台北市非常的近，一桥之隔。我们有三座桥：台北桥、中孝桥、中心桥。好，到了台北市，那我们还有光和南路，还有新北快速道路，还有六四快速道路、六五快速道路，甚至我们还有高速公路。那最特别的就是我们在三重里面，我们还有两条捷运，一条是新芦线，这个新庄啊、芦洲啊，就是连接台北市的。还有捷运线，我们的 A 二站跟我们的新竹线还有交叉，就是交通是非常方便，而且离我们最近的就是太和站，走路只要6分钟就可以到了，非常的方便。我们还一条蓝色公路，假日的时候可以坐船到淡水或是到这个大稻埕都可以，非常的非常棒。